豪華。前買嘅咧就係優等座，見到咧呢個巴士位置相當之闊落，仲有出嚟啊！一二三，搭。然後咧就仲有插電位啊！前提是你后面有没有人先。一步一惊心，一步一脚印。4 hours later， 转战嚟睇呢一个月精桥嘅夜景。然后咧，我哋发现啊，佢呢一个夜景咧，同香港某一个地方系非常之相似嘅。吓？而呢个地方就系位于太和咋，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喺香港体验到同庆州同款嘅打卡点气息同打卡点嘅话，就首先去太和啦。喺呢一度可以望得到月精桥嘅下面成个溪村啊，仲有对面嘅校村啊。我哋后面有好多粉丝，好多粉丝，千军万马快走啊！我哋唔知名噶，我哋唔知名噶。如果想知韩国有咩好玩好食，记得留言话俾我哋知，仲要记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啊！拜拜拜拜拜拜。